19岁男孩在一个夏天里面的遭遇，你想到很多过去青春的影子。我希望我永远是19岁。我觉得我跟康桥一模一样。大男孩的个性其实就是里头的康桥。他是介于 man 跟 boy 交界的一个地方。你面对这种成人世界的时候的那一种无力感，所以他也真的很想做这个角色。黄子韬因为是第一次合作，所以其实对于表演难免会担心。亚特兰可能是演技，导演给了我很多的设备。我的感觉是歌手出身，你要证明你是一个努力的人，你只能把你以前看到的、感受到的、心里想到的把它做好。他慢慢的抓到角色该怎么表现。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能感觉到他的认真和投入，对，蛮好的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医院里头要表现的情绪比较崩溃，然后大哭。他自己独处了很久，我也跟他说了很多。最终他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我想再挑战一下，我想要试试看自己还可以做到多少。我相信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所以你真的一天一天你看到他表演上的进步，没有让你失望之外，还让你很多人惊喜。看到他有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，非常的专注、执着，然后很认真，是超出了我的期待，我对他非常欣赏。他的表现真的让人惊艳。我会继续努力，以后不会让期待我的那些人失望，我会给你们更多的惊喜。老弟。